这是中华民族文明之初的古老故事，发生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国山东半岛诸城一带。那时候，这一带叫做诸冯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被称为东夷人。 使点劲！
劲儿啊，快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使劲儿啊，再使劲轻点，妈，我有儿子了。是啊，你有儿子了。他长得什么样？他出生的时候，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怎么不记得他长什么样？哦，我都忘了。你再告诉我一遍。他呀，眼睛像你。好像有一朵花，重华。可惜呀，我的眼睛看不清，我的眼睛，哎，会好的，你的眼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等你的眼睛好了。你还要带着咱们的顺，请老巫祝给他祈福呢。啊，等我眼睛好了，就带着重华，请老巫祝给他赐福。女儿啊，你就放手吧，我正是个好女人，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。
顾叟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爹，你帮帮我，帮帮女儿好吗？你帮帮女儿吧，我就是认定了这个人，爹，我不能没有他，爹，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你是巫祝，你有办法的，爹。 怎么样？看得见吗？看得见吗？看不清楚。看不清，姑嫂，你看得清楚我吗？我怎么看不清啊？我怎么看不清楚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姑嫂，怎么看不清楚了？ 不吉祥，刚才我用火算算了一卦，你的儿子舜乃不祥之人，他的出生会为我们有虞氏部落带来灾难的。不可能，我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天降大洪，他应该是吉祥之人。 怎么会是不祥的灾难？如果舜是吉祥之人，你的眼睛会如此吗？你的眼睛被大洪灼伤之后，雄鹰就失去了翅膀。如果不助之带来灾祸之人，有虞氏部落必有大难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舜怎么会是灾祸呢？老巫祝一定是弄错了，他是假洪而来的，这应该是吉兆才对啊！吉兆，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姑嫂，相信我，你的眼睛一定会好的。 别抛弃舜，他是我们的亲骨肉。你以为我愿意抛弃舜吗？我是首领，该为整个有虞氏部落着想，不能让灾难降临咱们有虞氏。儿子没了，咱们可以再生一个。可是。
我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不好了，我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首领，不好了！喊什么？有话慢慢说。大水来了，我们逃命吧！大水来了，快走！快逃命吧！其中，东夷大地果真如你所说，许多部落就从此消失了吗？是的，帝君。文以烟堵治水，虽说是救了我华夏，但却害苦了下游的东夷人呐。滚！我想请你去拜会东夷高尧大首领。我们华夏要和他联合治水，你认为如何？帝君，我们华夏要治水，你却替东夷人担忧。东夷的水网比咱们这儿发达，产的粮食比咱们多，他们闹水患，哼，不是帮了咱们的忙吗？想当初我们华夏皇帝大战蚩尤，若不是手下留情，哪有他们东夷人现在的活路？华夏和东夷的江河源出一脉，大家同饮一条大河之水，共受一条大河之苦。既然同利同害，为什么不能联起手来治理这条大河呢？难道就由得他这样为患万代吗？滚！你虽然是皇帝的苗裔，却不听皇帝祖训，世仇永结，冤冤相报，难道让华夏和东夷永远地对立下去吗？我知道你的祖上是东夷人，但你也不必这么花言巧语地讨帝君的欢心吧。哼！你说什么？住手！还嫌这场大水不够乱吗？你们过去是各个部落的首领，现在都进入了我华夏联盟，别忘了你们的身份。走，我们回唐都议事。
就不明白了，像这样的大水，年年淹我们东夷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啊，这还要说吗？肯定是华夏在泄洪啊！他们一泄洪，我们东夷的部落就遭殃了。他娘的，华夏这套淹堵之法不是害我们东夷的吗？不要再说了。大首领，大首领，来，你也都没合眼了，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来，啊，先回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来，快，快去救人呐！我，大首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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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帝君不能总当咱们华夏的帝君啊，应该成为号令天下的共主，成为通天彻地的尊贵大帝。如今东夷华夏三苗三分天下，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情，那么谁来统一这个天下呢？帝君系出皇帝，继承祖业，受禅而成为华夏的盟主。我们华夏是皇帝的后裔，理应成为天下的共主。我们不能总等着东夷和苗蛮的人来俯首称臣，缴纳贡物。以你之见，这天下该如何统一呢？打！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。当年我华夏轩辕氏结合众多部落，在半泉大战神农氏，先战而后和，并成炎黄，而后再战蚩尤于涿鹿，阵战蚩尤威震天下，何等荣耀！华夏这片天地是打出来的。说得好，鲧乃皇帝的苗裔，可以借助皇帝之威，站在皇帝的指南车上，祭起龙旗，统兵出征，为我华夏荡平天下，让东夷和苗蛮的名号不复存在。那东夷的蚩尤是战神，我祖爷爷老共工也是战神，他用头撞倒不周山，使大地向东南倾斜，万千江河向东流，何等神勇，所以我家子孙都叫共工。我愿率部族打头阵。依我看，这场战争打不得，眼下的情形已经不是当年了。先不说东夷和苗蛮，我华夏当初也是一盘散沙，如今在帝君仁德的感召之下结为联盟，那不是依靠征战打出来的。华夏能够不战而联合，联合而强大，天下为什么非要通过万众流血的战争去统一呢？说得好。帝君以仁德感召天下，如此才有了和合万邦的华夏联盟，难道这还不能启发我们吗？帝君用仁德去感召苗蛮和东夷的事情做得还少吗？如果只是一味的感召下去，统一不过是天上的一片浮云，看着让人炫目，可永远也摸不到。啊，这张图上，华夏、东夷、三苗三分天下，可不管各自有多大的领地，也都是画在同一张牛皮之上。就像这只三足鼎，不管它有几条腿，它们所能撑起来的只有这个鼎身，这个鼎身就是我们头顶脚踏的天地，以及天地之间的所有生灵。我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，如果只依靠杀戮和战争去统一天下，那么不管谁能取胜，都一定会伤及这大鼎的腿。大家想一想，这只鼎少了一条腿或是两条腿，它还能立得稳吗？从那时起，
鼓掌就成为中国人表示赞成的动作符号，击掌通过的方式传达着中国文化的统一样式，一直沿用至今。呵，帝君，一场大水患的摧毁力胜过数万刀兵，东夷受的灾比咱严重的多，如果不趁此时机吞并东夷，帝君往后就更没机会了。我们和东夷自古同饮一条汲水，水患面前生死相依，大难临头应该互相帮衬才是，怎能趁人之危去打劫呢？我看这样，伯夷、后稷，你们两个到东夷走一趟，看看那里的灾情，还有他们对联合的态度。另外，顺便给他们送一些食物过去。诺。依我看，这场大水患一半是天灾，一半是人祸。水灾是天灾，怎么能说是人祸？难道是我们对天地神明还不够尊敬吗？不是我们不敬天地神明，大家想想，自唐尧主政华夏以来，是鲧来治水，而鲧用的是淹土之法，他把华夏地区最容易泛滥的河道全部堵了起来。这华夏地处我东夷上游，洪水一旦蓄满，就会泄到我们下游来了。我们东夷水网密布，上游的水量一旦暴涨，自然会引起大水灾呀。你们说，这是不是一半的人祸呀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说唐瑶派人来跟咱们商谈联合治水的事。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？他们是想放水淹死我们，还来和我们谈联合？我看啊，是幸灾乐祸，要不就是来送战书的吧。他华夏敢兴兵犯战，我们就打到他唐都四方台去。咱东夷人什么时候怕过他们？再说这场大水也淹了华夏地区，滚的那套淹堵之法什么时候管过大用？不要再说，咱们抓紧时间回去处理灾后的事情，看看唐瑶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。诺。诺。诺。不是说帝君叫我吗？怎么，哼，我是治水首领，不能教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害怕，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只有开口放水才能救你们东夷人。可是这几天啊，我看了几个地方，还是不能确定从哪里开口放水啊。你看看那里，那里是不是可以开口放水啊？那里恐怕不行，下面是草木子的部落，下面看看我就知道了。什么？知道跟帝君怎么说吗？就说他失足落水，实在可惜呀。谁让他和唐瑶一样心存怜悯，就让他去给东夷报个信儿吧。啊，让我抛弃舜，就是要了我的命啊。我等也不会抛弃自己儿子的，那就让他们母子一起走。你赶他们走，那就是赶我走。首领，你是部落领头人，没人会赶你走。可是这不祥之人绝对不能留在部落里。他们母子离开部落，
们让他们怎么活呀？首领，难道你要让所有人都跟着你陪葬吗？我愿意离开部落。不行，不行。我愿意离开部落，我带顺走。我不能看着你们母子去送死啊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和顺就知足了。顺还小，不能给你磕头，我替他。你。谢谢各位族人，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。妈，外面还下着雨，就是走，也应该等雨停了再走吧。啊，我们是不祥之人，还是尽快离开部落吧。我等，我等，你回来！我等，我等，我等，我等。首领，我等。首领，小心！首领。粮食这么少，叫族人怎么过冬啊？让他们先忙，咱们进屋说啊。好。娘，我饿。怎么还饿呀？怎么吃都填不饱你的肚子啊？我就是饿。进屋吧。哎，我就这一点了，省着点吃，听见没有？见了，嗯，快去吧，去吧。我看，我还是组织族人去打猎吧。那你的眼睛能行啊？眼睛不行，还有耳朵。我看呢，还是让族人去，你就不必亲自去了。我不放心呐。打些猎物到都城，多换些粮食，靠剩下的粮食，族人还不得饿死啊？是啊，爹，首领，这以往每年啊，沃登都给咱们送些粮食过来，今年怎么就不送了？哎，我们把沃登母子赶出了部落，他们不但没有记恨我们，反而每年给我们送那么多粮食来。想到这儿了，我心里就难受。我真后悔当年那个决定。后悔？爹，你可别忘了，他们母子俩可是咱们有虞氏部落的灾星啊！别说了，
他们母子俩在老林子里日子更不好过。你抓到了一只兔子，来喝口水吧。哎，顺，这只兔子咱们不能吃。为什么？这是刚生了小兔子的母兔，要是咱把它吃了，小兔子就该饿死了。可是娘，我很想吃兔肉。这只母兔咱们不能吃。顺，娘一定会给你找到更好吃的东西的。咱把它放了。哦，知道了，娘。来，来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难辨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，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披里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舟看向诸斑驳，闪电撒旦爱直播，万川之约